小梅大属性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斯托林的一个属性啊，斯托林的装备的话给你们展示一下啊。斯托林装备还可以啊，16段破血鞋啊，60敏捷，属性一般。衣服是利敏的一件高防御的衣服。来，老板硬件扶贫嘛，有加盟小梅莎的可以联系啊，可以联系我们68的主播宇哥或者联系阿金都可以。啊，16段普通的愤怒腰带，啊，4伤害，11段。斯托林是属实也是16加11的一个好。十段，零是十段，右排十段，别的号的属性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，我看看这个啊，女妖村，3000，这带上战神的属性啊，3260的防御，3260的防御，1600的速度，没变卡，1800的法防，14000的血，八段都这种，九段。三速度十段，双速度一封印，十段，这鞭子他妈100级的，140的哦，140，我以为是100级的，140的，140的鞭子，金青爵，还可以，罗汉头，14段的水晶项链，14段的绝幻魔音，双加特别高，撑属性，15段的愤怒腰带，15段的效率藏刀，这个其实还比较一般的，对吧？还比较一般的。宝宝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林中鸟13技能嗜血追击，就是他们的林中鸟啊，这个力劈麻袋啊，这力劈高攻的杀人的，还有这个力劈，这个力劈是有高敏捷的一个力劈，还有冥思高神套，死亡法防啊，这个是千速，这个是护盾配速，这个是8技能等于说啊，盾器。这是7技能，这个是12技能壁垒，这个也是12技能壁垒，几只壁垒资质还可以，这只是归宿，这是续命，续命也是初期但是鬼魂的。然后看看这个女儿村给你们看完了，看普陀，普陀是140的永不磨损愤怒水清，这跟腰带做任务有点好，罗汉150的鞋子，14段的破甲衣服，打了法防宝石翡翠石，哎，这衣服其实可以啊，为什么打翡翠石啊？够狠，放下治疗，14段，15段金青，武器是13段的流云，双速一治疗9段，双速一治疗9段，双防一法防10段，双法防一防10段，普通属性给你们看一下，13000多血，3369防御，1932法防。还有些三治疗的零食，都九段。宝宝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林中鸟，他们能守一只林中鸟，14技能林中鸟，又是林中鸟，这个老板他妈是个林中鸟控吧，狂林中鸟。这等于是八技能，8.5吧，只能说8.5。这个比较普通啊，我操，这不是蛇胚吗？我操！法防宠电魂闪，八技能力劈，八技能力劈，有只翻页，翻页是13的，这也是翻页，翻页是13纯壁垒，配速虚迷，普陀装备中规中矩吧，其实也够用，水清武器，12段罗汉头，14段九段，他们零式都是比较差，三速度，所以说化身属性撑不起来，没有三速度，有一个三速度，打了九段，这是一速双治疗，防御双法防九段，双防御法防，这些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零式，化身打的是回春，回春之术，这回春之术，对吧？怪不得撑不起化身属性，14段光辉。龙炼还没龙炼好，龙炼6魔力是有点欠缺啊。伤害可以，青青头法术伤害减免打了15段，野兽什么？这输出式硬件还可以，说实话，这他妈野兽项链，我他妈358零的野兽项链，看我吓一跳，我这龙宫怎么这么多血的？
哦，血腰带吧，哦，血腰带。小梅莎是借了一五九的，他们也跟一五九有矛盾，其实不太适合借一五九的装备，说实话啊。这龙宫属性啊，凝滞血十二段，这衣服，我操，这什么？我操，这双加八十九体魔，防御还可以三百零七啊，但只能打十五段。双加八十九体魔专用衣服，十段双爆一伤，双爆一伤，这龙宫属性是很好很好的啊，心无旁骛。我操，这龙宫心如旁骛的，加抗风的，他们他妈花招也足的，说实话，心无旁骛。这个硬件，你们在甲，你们觉得在甲组是什么水平啊？说实话啊，你们觉得在甲组什么水平啊？马马虎虎，但在甲组啊，的确是够不到十六强的水平。你但凡现在随便哪个区十六强的区，上号应该硬件都不比他们差。其实说实话啊。